欢迎收看《中国大探索》，我是刘怡君。今天继续带您要探索的是云南当地盛产的特有食材。云南四季如春，物产丰饶，是名副其实的动植物王国，所以云南当地食材能够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美食。我们先来到丽江，因为这里有一座终年积雪的玉龙雪山，融化的雪水是流遍了全城，不只是丽江人的生活用水，还孕育出了肥美的鳟鱼。而在丽江最超值的吃法就是一鱼三吃，价钱比台湾鳟鱼便宜了两倍，滋味是更清甜。跟着外景主持人何嘉华一起尝鲜去。挺拔陡峻的山峰连绵不绝，仿佛银龙盘绕天际。玉龙雪山是丽江人心目中最崇高的神山，位处北半球纬度最低、海拔最高的山区，因此终年白雪皑皑。每逢春夏，融化的雪水顺山而下，流遍全城，水质纯净又无工业污染，滋养了世世代代的丽江人，更孕育出丰富的物产。其中最鲜美的就是这一条条尊贵的雕刻鳟鱼，又叫三文鱼，外形灰灰黑黑，却有条美丽的红色条纹，是特地从挪威引进鱼苗，用平均15度的雪山融水养殖，省了高额进口税，口感更鲜美，让丽江人爱吃得不得了。我们这边的话，虽然说是有些鱼的品种相对比较少，但是我们这边的鱼，就是说养出来的口味，跟别的地方相同种类的话，口味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的话，应该是跟我们当地的水质是有很大的关系。由于丽江的鳟鱼产量大，因此在古城区花马街上到处都是鲜鱼餐厅。其中这家沱江鱼府，鳟鱼一天就能热卖100多条，价钱比台湾鳟鱼便宜将近两倍，当地人最推荐哦。第一次来朋友介绍来的，然后吃了一吃，发现很好吃，每次来我都来。我觉得这里的鱼特别好吃，很嫩，而且它价格比较公道。开了3年的沱江鱼府总店在四川，全国连锁店就有70多家，最擅长鱼料理。主厨魏代强跟鱼熟了10多年，今天要带我们更认识鳟鱼。哈哈，我已经戴好手套喽，现在来到一个充满鱼的世界里面，要抓我们等等要吃的三文鱼。不过师傅，我们等一下要吃的鱼到底在哪里？这个。哇，就是这个吗？对。你看它有2种颜色哦。一个红鳟，一个金鳟。所以，师傅，这种鱼它珍贵在哪里呀？它对水温比较那个讲究。水温啊？水温和水质，它水质没有污染，水温比较在10度以下。其中金鳟是从洪州突变而来的品种，因为整条金黄色，有观赏价值，价钱比洪鳟高出台币100多元。建议大家要吃，选择经济又实惠的洪鳟就行啦。啊，又掉了。不过要抓生命力超旺盛的鳟鱼，可真不容易。出动了师傅和我，两人四手还是 hold 不住，只能说这里的鳟鱼每一只都是跳跃冠军哦。最后师傅呢，终于帮我抓到了这一尾红鳟。那其实刚刚他有提醒我啊，大约只要抓3斤的重量就可以喽。因为呢，这种鱼啊，它比淡水饲养的三文鱼脂肪还要少，抓的肉质呢是非常的鲜嫩，而且比较多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肚子啊，非常的饱满，大约这样的重量，4个人吃就很足够喽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可以来去做三文鱼一鱼三吃大餐喽。保持鳟鱼新鲜，从解剖片鱼到上桌得维持在10分钟以内。只见师傅手起刀落，每片鳟鱼的厚度立刻片成0.1公分，薄可透光，看得我迫不及待想要尝一口。5分钟前它还是一条活鱼，但5分钟后已经变成要送入我嘴里的生鱼片喽。好吃哦！你知道它跟我们一般吃的鲑鱼相比啊，
它其实它的口感是带有一点点 Q 劲的，没有那么软哦。因为我们一般吃到的鲑鱼啊，送进嘴里，你可能咬个几下，立刻就散开，已经化开，非常的软。但它不会，它带有一点点 Q。它的切工比较好，切的比较薄，然后比较均匀一些。服务态度比较好，服务态度也没有。鱼肉片成生鱼片是鳟鱼三吃中的第一吃，第二吃就是将鱼皮送入油锅，以不同油温炸两次，可是鱼皮维持酥脆的关键配方哦。炸好的鱼皮外观还真的有点像台湾的咸酥鸡，它的鱼皮很软 Q 哎，有嚼劲，可以让你多嚼几下，而且啊，鱼皮本身就含有很多的胶质嘛，所以女生来吃这个是最好的了。三吃中最后一吃也是我最期待的鱼火锅，将鱼头和鱼排下锅煮，还有六种汤底可以选择。对，就是大概要煮很久吗？煮不了多久，像这种鱼不能煮久了，一般煮个7到8分钟。哦，如果它是最鲜嫩，你就嫩；如果你这时间长的话，它就会老。要煮出鲜甜鱼肉，火锅汤底可是责任重大哦。我们用了原材料，用了猪骨汤，还有就是鸡架、鸡骨，还有就是肚子，猪的肚子，而且熬5个小时以上。清澈汤底，味道却浓郁，配上鲜美的鳟鱼肉，吃来简直是一大享受。汤选择很多汤，但是问他这个汤怎么做，他说是用高汤，应该是用那种大骨头，因为吃生的东西，我喜欢是喝的汤。切鱼，这是松鳖鱼，来一条干，小的也是。不要太大。店里除了招牌鳟鱼之外，还有20多种鱼类，任君挑选，现点现杀，煮法也可以自己决定哦。简单比较懂的菜，就是像我们过来的话，就是说不单纯吃三文鱼，就是说斑鱼啊，还有就是这个青鱼啊，每样都来一点。在这里用餐，最最浪漫的是置身包厢里，嘴中品尝着雪山融水养的鱼，眼前还能欣赏窗外的雪山远景，白雪仿佛棉花糖般点缀苍茫高山，让人直按相机快门。听了先告诉你们啊。吃饱喝足，餐厅还有提供鱼性节目，就是免费麻将，让人可以游个干泳，过瘾一下。美食、美景和娱乐三重享受，让我体会到丽江人乐在生活的态度。